我听会打人吗？抢走是吗？对，我报警会打人。报警，我报警有点厉害哦。不愧是莫凡，然后在就下跪一样，然后在前面下跪。为什么你们来这么晚？八点二十。我还自己躲了这么久，他不才开门，如果我们再来的话，他八点钟才开门办啊。八点。来的再早。我就是气了，没出来等等等等等。哦，是你们不一样对吗？比较不一样，我们那边是直接过来就可以办，就六点钟来都可以办。那办了进去还是要等？为什么要这么早呢？那你可以在那边睡觉啊。我为什么不在床上睡一觉呢？我来这儿睡一觉是为什么呢？我在，我不想睡觉，不是，我只想睡觉。暴露了，我只想睡觉，我现在不要吃饭。没事，先去上个厕所。